Baby， 你看我在网络上看到这间餐厅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我朋友也有去吃过，他特别推荐牛排跟烤鸡，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去吃。喂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啊，有啊，下次一起去吃嘛，好啊。你一天到晚玩手机，到底有什么好玩啊？你宁愿看着手机，也不愿看我，那这样我们两个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不就玩个手机而已吗？你根本就不在乎我，我跟你说什么都没有放在心上。哪有没放在心上啊？你刚刚说去吃餐厅，我就说带你去吃了啊。不用了，你是因为一直玩手机，我生气了，你才说要带我去吃的。哪有啊？我要你带我去吃，是因为你想带我去吃而带我去吃，不是因为我想去吃，所以你才带我去吃，你懂不懂啊？好，算了，你一点都不爱我，一点都不懂我，哼。其实女生要的只是关心，其实我只是需要你的信任。我朋友也有去吃过，他特别推荐牛排跟烤鸡，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去吃。Baby， 我知道你现在在忙，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不理我的，但我希望你可以下班回家之后就好好珍惜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，不然我会觉得我被冷落了，我会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哦。你还是王八蛋，我都已经沉住气好好说给你台阶了，你还在那边不懂珍惜。你那么喜欢一个人玩手机，你就单身到死好了啦，不懂换位思考，不懂体谅对方，就不要出来交女朋友祸害百姓啦。